接著是來自中部鄉的消息，海峽兩岸地文化季可以說是地段的年度盛事，今年已經將入行政院跟南聯合服務中心的農村再生新體驗計劃當中擴大舉辦，並且委託嘉義縣阿里山地區生產合作社執行。今天上午經在阿里山生產合作社嘉義縣中部辦事處舉辦別開生面的兩岸地文化季東亞地大賽開跑。嘉南中心副執行長陳英康表示，比赛流程意思是：第一，浇地过磅，浸了后出秧，由主心开封出秧，然后浇了后出秧，标准浸动三公尺，计时五分钟，倒出地汤，偏芳偏滋味，观察地壳以及地汤，检查地打外观、冰心，最后举行颁奖典礼甲展售会。因为要做清洁的地平鉴师，伫味觉、触觉甲地壳知识要非常的广阔深高，而且得奖是一种肯定，看别人做简单，家己体验迄杯茶好歹，确实非常的无简单，算是验证农村再生新体验精神。我想大家对阿里山茶的了解都非常的清楚，那我们最主要是透过这个制茶技术的提升跟消费者对我们茶叶产品的信任，所以说我们特别来举办这个活动，那来确认我们阿里山茶的品味。在12月26号，我们在嘉义银创嘉创中心，我们也办了一个论坛。26号的下午，由中国大陆有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刘勤进教授跟我们台湾一个国宝级的茶叶老师张瑞成，两个人以国宝级的茶人对话的方式，也很希望有很多爱好茶叶的朋友一起过来听一听。此外，为了营销阿里山好茶，并且鼓励提升饮茶养生的概念，所以这次冬季玉龙茶颁奖典礼以及展售会活动，更加码冒彩秀，准备了数百个新品丰富奖品，等大家来试手气。在展售会动工现场，并且由明道大学茶艺社以及原乡茶道协会、大同技术学院茶文化甲事业经营跨系学程等单位参与茶室摆设，为咱泡出这次比赛优良茶的幸福好滋味，同时欢迎大家选买好茶，做年节的伴手礼，甲亲朋好友分享。最新新闻，钟乃成，中埔乡采访报道。